妈，你搁这干啥呢？俺大姨是倒车的，我给她推过去。那我过来瞅你搁这是啥呢嘛？我啥也不是，那我身上不是有点影子，我想给她捏捏，我这会儿也没事。那他身上有影子也轮不到你给他拍呀。那咋不轮到我呀？那不是摇的慌吗？你这走。咦，你这赶我走，妈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小心思啊？我有啥小心思呀？你这咋了你？我啥也不是。那事儿你都给他结了，你还让你们跑了？哎呀，我想着跟他喂上的。你喂上的啊？这会儿你别没个家门，我想着老是跟他喂上，你别管了，给我。我可不信你那有好，你那好心。那你这会儿恁闲，那你干脆去帮帮忙呗。那大活差不多都快干完了，那就剩给垃圾收拾收拾，弄点细活了。你也去帮帮忙呗，惹不住你啊。妮儿，你去吧，咱这大姨回来了，你走走。因为这乡里的事我也没法回去了。我都想来想去，我早晚弄住钱了，我再去。这一会儿一时半会儿，我不是也弄不住钱吗？你先去给他帮帮忙嘛，我随后喽，我有快了。哎呦，你还好意思说了？那你还不赶紧还给俺大姨嘞？那情势。我都不想再提这个事儿了，你听着气人的慌。我还给他值啥的呀？那都是我心坎里呀。走，你别说了，我上超市去一趟，再说吧。那牛你也不拴下。哎呦，拴下咋了？不管他，只要跑去。你成天不跟着我这的，坏了我的好事。咦，还我坏你好事了？俺大这会儿没有搁家呀，估计上地了。就是俺妈规规矩矩的搁村儿，也不想这的。他这目前呀，啥都敢卖，赶紧让哥给那工棚弄好，到时候给这工拴进去，让他们锁好。等会儿回来了，咱哥说一声，让他小心点儿，妈。你在那站啊？我大姨是倒车的，我送过去。我给他送去吧，正好我能给他站两句。没事，你歇一会儿呗。没事，我不累。那中啊！哎，对了。那你现在走的时候给那给我拴好，刚才俺拿回来规规矩矩也帮我扎了。我拴好了，没事，他也搁这不知道扎的。你给电车停下吧。中啊。我给他送。走，那等会儿我也过去。嗯。